当再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是好天到这份的天气。天气真稳定，不过呢，因为受东北风的影响，温度会比昨昏降一度至两度。咱来看温度，今仔日上低温，透早是出现伫苗栗只有13.3度，中南部早暗今仔日温差真大，那今仔日水气有较少，只有东半部会落13.8度，过到了后，中南部山区嘛有低渐阵雨，不过大部分今仔日落雨的范围较细，时间嘛较短。不过今天空气是不太好，空气品质这部分今天是透东北风，而且有境外污染物，中南部在风波的地方污染物的累积，加上日头出来了后产生作用，今天臭氧的浓度会升高，所以今天在中部和高雄和屏东空气品质都是红色的警示，也在北部新竹苗栗分家南还有外岛的平湖金门马祖，今天空气品质是感觉是个提醒，北部跟马祖也有在时间恐怕会达到红色的警示，乡亲要出门要记得挂嘴安。